钱，看你挣的是什么。我的天妈呀，花10000块钱的一次考试。就有很多就是各个区的那个驻京办，还有这个市驻京办的，我呢没有抓住，那个陈载忠给他们去抓住了，还有几个访民也抓住了。上海访民已经有100多位已经到了北京了，还有很多人呢，就是从各个其他地方迂回买票到北京来，我也不想让他们抓住，因为今天是开两会嘛，他们都想在这个时候到北京来，想找那个党中央领导，想找温家宝，想找吴锦涛，还想找上海市那个书记俞正声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嘛，上海找不到他嘛。我们如果在那个上海那个两会的地方，如果要去的话，也要给他们抓，也要给他们关，所以我们只能到北京来找领导给我们伸冤。开会我们就过得心心惶惶，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湖北现在有大几十个人一下子都找不到，明天早上来，每天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玉成辉，我们就想搞一个行动，我们想搞一个行动，不知道怎么和你联系。他谈过你，谈过跟我说过，我们在准备是这样，整个湖北的呢就去那个监察局拿了身份证集体，然后再就去中纪委，然后去国务院，最后去国际饭店，咱们就在那儿被抓。国际饭店去吃饭不花钱，没钱是吧，他不是把我们抓走了，我们准备在那儿干的，然后我们穿上壮衣让他抓走，这就三部曲。湖北的想，湖北的想这样，但是后果我们就不管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好了，对，这是抢人嘛，前天在这抓一个汉阳的，你看他那个姓马的就把他救下来了，五个男人拽他一个救下来了，逃掉了。那老太太们就他们上去叫，然后那一块的人帮着打，把小马抢下来，小马跑了，马秀云，好险的，差点被抓走了，车子都来了。我们就每天过的那种惶惶的日子，为什么对我们要这样，真的我们承受不了，是吧？你应该保护我们，为什么伤害我们，无止境的伤害我们，不是真的黑了。一年一盖，一盖一盖的都这样，这最后一盖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对我们的会怎么样。上访没用，正常窗口没用，过级没用，不知道往哪儿跑，躲。我们现在过的日子在躲，他们犯了罪我们还要去躲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。他们犯法我们不能归家，你说是怎么搞？正面的就是这样子，不敢动就跑。早上玉珠辉我们都在一起，就不敢动，准备动还。